我是24小时靠安眠药让我入睡之外，那无时无刻痛醒，都是在跟疼痛拔河。自从儿子做受伤3年以来，我都是拢坐伫这个看护椅啊，都是看这个看，看久也烦，所以吼我就把这个我这个自退休了啊，我都是逐工拢咧扯这个毛线啊，囝仔在疼，也是伊若好好，我扯起来这针织都真水，啊，即摆伊若是在疼，我会当讲扯甲这胸部啊，然后。我就搁甲流流，拢拍甲球啦，然后就搁流流到肚脐，啊，再搁开始扯。啊，这扯这个碰西内底，就是人念佛珠，我袂晓念，啊，我就是扯这喜怒哀乐都只在这个里面。我这扯出来的衫吼，你也看啦，真水，真正扯出来一定比普通时扯的较水，因为我来这华人了后。有这个师兄师姐的心灵上挖挖苦，啊，搁这德成医师吼，啊，甲心灵医师，实在，和我甲即马这囝3年来，我才知影讲，医生原来都是有这么温馨的一面的。他们这样子，因为其实脊椎损伤病人是不少啊。做的时候交给医生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我做妈妈都是公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啊。早上有没有来？我是天天在挣扎，有时候看他吼，一疼疼到吼，真正吼，他脸都会发黑。这种的疼吼，没有说去碰到人，唔知迄类疼。我囝就是有一尴尬，讲妈妈，我讲你是偌疼，伊讲就是像虾啊在放烘安尼，更算家己胃量就更快。啊，搁家己烘，家己烘，那种烤烧烤的痛，那种穿刺的痛，安尼，这个他如果在痛的时候，妈妈实在是疼到一心哦，那种纠结，唔知要安尼讲就对安尼啦。那就是我也有得到这个讲，这有这麻灰滴出去这个讯息，伊甲讲了吼，我一直在犹豫，是唔是有需要过去开这条钱，是唔是有迄个命好来甲自己。买啊吼，我就想想讲啊，那有囝就有囝命啦，啊无囝天注定。来会到位，就是你的命，你就会直接出运。那来未到位，啊，上人就一个麻烦，有大碍我不做一个小碍，我就把伊的大体捐赠给医院去做一些教材。啊就拼命来到这家，有迄个代价啊，对。心源医师还有德成医师，真的我遇到贵人。我享受到七分痛的悠游自在与快乐，很有信心。这次出去，回去之后很快就会回归社会。我相信他们所要的期待跟我的期待是一样的。坐在轮椅上与大家分享的陈宇玉，因为2004年一场车祸，颈椎的脊髓腔破裂，导致他下半身瘫痪。然而伴随而来的神经痛让他痛不欲生，直到4年前来到花莲慈院，他的疼痛才获得纾解。我还不要下谢昏山师兄热水发，我还要手可以画。每一个笔画都是陈宇玉用尽全身力气画出来的，而这一切都为了要感恩华联慈院医护团队的照顾。我儿子那么痛，他从来不皱眉头，这个是真的，因为他告诉我，他说因为医生每天都是对着那么苦的病人，他们已经很苦了，还要替我们服务，那我为什么还要苦给他？这一份感恩心也让他找回生命的希望，透过画作纾解身心病痛。原本担任厨师的他，拿锅铲的手变成拿画笔，用萎缩颤抖的双手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。我现在每天都活得很痛快，活在当下来画画，希望让我的生命能启发更多的信友爱惜生命，也不放弃。在推的当中，春天还有秋天感觉最舒服，因为气候气温适宜，夏天
又太热，冬天又怕太冷。至于马路上的坑洞，也渐渐的不会再阻拦着我。虽然说现在头皮已经发麻了，那种感觉却是辛苦之后感受吧。Morning has broken, like the first morning。不能再唱，再唱我会上气接不了下气。Morning has broken, like the first morning, blackbird has spoken。